小夏身边那个司机，什么人啊？哦，他呀，他叫杨戬。哦，揍了你！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先帮忙看着，我去拿药。你怎么了？他从小就有心脏病，你看一下。他的心跳怎么这么强？ 就是想休息一下，你先出去吧，我睡一会儿就好了。那你要是睡醒了还不舒服的话，再叫我。